各位南大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君，欢迎收看今仔日三月十四号的南投新闻。自公一百国际自由车关台公路的赛事，今仔日第四站来到南投县比赛。对南投县政府开始出掘，经过八乡镇170多公里的路程，一直行到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。观众人民前甲这比赛主办执行长李开智顶贵宾，把做过来为比赛选手开场，今正在民众拢来替选手加油，场面是相当热闹。由南投县长林明进甲本次比赛执行长李开智等来宾负责领旗，替国际自行车大赛南投县站的比赛正式来开幕。现场嘛来了未少教友团，包括幼稚园小朋友、甲社区民众等等，热情替世界各国选手来加油。南投县的自行车好手罗孝贤对家乡地形较熟悉，这次嘛相当有信心，一旦摕下好成绩。南投的坡就是比较属于缓长型的，就是。大概有快接近10公里左右吧，跟其他地方比起来是算比较有挑战性一点的，对。而且今天的距离也算比较长，160几啊，170几啊，对啊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这里训练了非常多次，希望今天有一些好的表现这样子。3、2、1，Let's go！南投观战是本次比赛的第四站，为县政府头前出发，终点设在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，总共170.33公里。坡度虽然无算是真急，但是全程路线是起起落落，加上距离比前三站拢也搁较长，考验着选手的速度甲忍耐程度。经过积极镇的绿色隧道，还有经过水里的手摇，还有经过日月潭，还有埔里酒厂另还有。这个手工艺啊发展中心，透过这个国际自行车赛的环台炸赛啊，在全世界播放对南投县的这个知名度能够更加的光亮。我们第一次来跟南投县合作的时候，南投县用最大的诚意跟动员所有的乡亲，展现南投的热情，沿路比赛交通控管。还有民众的跟我们车队的热烈的互动，深深感受到自由环台赛需要南投县。本次比赛行经县内八乡镇，唔来当向国外的朋友欣赏南投的好山好水，嘛好国民有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一旦欣赏到自由车选手竞速的刺激甲趣味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